走干嘛？走这么少？走干嘛？我是不是啊？男子喝醉酒被警方牢牢压制在地，还不断扭动四肢，企图挣脱，朝警员挑战咆哮。我说什么事啊？不要动我！现在跟他走走。我做什么事？为什么要动我？你当警察啊？发公务啊？失控场景发生在台北市万华区康定路，一名游行酒客在酒吧庆生喝醉，也不管路上车来车往，大吼大叫就要往马路中央冲。下来，下车来了，车来了。朋友见状，立刻把他拉回来。警方担心路人危险，上前制止。没想到他竟然出手殴打女警，还咬伤手指。另外两名警员的手臂也被他打伤。警员见男子不受控制，立刻祭出辣椒水，并拿出警棍强力压制。有男所为，以涉嫌妨碍公务。酒客几杯黄汤下肚，失控闹事。原警尽管受伤，还是当机立断上铐压制，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意外。记者姚立强、张志仁台北报道。中天观众有好康，就是请你上快点购买这个雾化器呢，送水神是一举两得。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三种好康的组合，有效帮你保护起来，保护家人。那么防疫不能等，赶快上快点购来买，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 就有折扣了。